这个赛前啊，这赵玉军老师就说，我们就要去找一些硬的选手去挑战自己，对吧？我们不打软柿子，啊，不打假拳王。Judge, time, ready, fight!紧身，因为呢，这个会发现你本身的一些技术上面的一些弱点、一些问题，然后弥补问题才能够提高。对手你看很明显就打地面。从开头看，这个俄罗斯选手的地面技不好，哎，可能没有叶夫金尼好、比那个要差，哎，整个肌肉线条也不如刚才的叶夫金尼。是他要摔青格勒其实很难，青格勒、虽然说站立散打选手，但是他的整个这个核心力量啊，胶质非常好。而他重心他很高，他个高啊，然后你看拿到，对，哎呦，这个站立断头有没有？我们看一下，进的很深了，其实好的，能不能把手合上，能不能把手合上了，已经合上了，其实进的很深了，往上拔，哎，青格勒很稳健啊，没有的之后呢，非常棒，对，拉开，对，迎击拳，谢尔格伊的动作啊太大了，有点粗糙，对对对，猛是很猛的，谢尔格伊就坚决要给你打地面。但是他可能不是很清楚，就是赛前啊，就是青格勒其实是非常不好摔的一个选手，对啊。你看，青格勒整个防摔做得非常的稳健，他是对方拿他的腋下之后，他两只手做一个双挑他对方腋下的一个动作，对对方很难的话去是下潜。好，没有动作的话，裁判干预，从新开始。我看宝银仓啊在旁边做这个助手。啊！打完之后马上给队友做助手。啊，这几个拳，哎，袭击叫袭击，上膝了，对，都是很粗糙的，顶一膝。哦，分离的时候加了一肘，哦，肘还蛮疼的。有可能继续是站立把他 KO 了。是，这是有可能又是再拿到这个位置，啊，这个位置没有，这个位置应该是。金格勒呢，他是有这个降服技术的。对。啊，但是呢，其实哎，小心，金格勒需要自己的头。哎，打拳，对。其实这时候可以有一个袭击飞膝。我们观众最喜欢看到就是在全绳的，哦，绳脚当活靶子打。对，下勾。好，这几个脚很重。好，亮了，打踉跄了，打踉跄了。对，打踉跄了，袭击。对，倒地，他想打地面，难被控制。这时候可以直接上膝打。哎，这个。不，这是这个地方不，枪台不可以，因为是这个不袭击，哎，对，不上，他膝盖在着地，对，对，所以这个运动员的话也是有经验，否则的话容易犯规啊。这一场好比赛可能就被葬送了。是的，是的。哦，漂亮的打，很脆。但是俄罗斯运动员一直顾着对方的劲啊，一直顾着对方的劲，在这儿不能着急啊，橡皮防守，对，对。红方的左手被躯干压在下面，对，应该会把他们站起来。青格勒的这个还是要想打这个站立，对，这个思路是对的，因为明显占优，就要发扬最大。对，因为对手很急，对手会越来越急。没错，其实这里面有袭击，我觉得他应该准备一个袭击，对吧？上钩，是吧？我觉得他有可能下前扑得厉害，有没有可能袭击？哎呀，这个很危险，刚才很非常危险一个是这个交错上钩，还是要用手伸摔，但是这个不太容易的。上膝，哎，继续袭击，对，而且旋转把对手转开，对吧？把推开的。啊，从这个比赛这个进程看，这个青格勒会用站立技去站立技去 KO 他，是胜败的一个摔法，最后青格勒马上在地面做好防护动作，而且对膝盖顶住对手躯干，蹬头，漂亮。跪起来，赶紧转身，对，漂亮，三角锁，天上有了，成了，三角锁我觉得有了，要控制住，应该很难跑了，对，拉手，应该很难跑了，应该有了，我觉得他很难出来了，哦，拍不拍？漂亮，非常棒。本场比赛结果，红方选手青格勒三角锁获胜。你有你自己最喜欢也最擅长的技术，降服了彪悍的对手，
来给自己做个点评吧。我感谢我的教练，让我学会柔术，谢谢。